时候看。我叫周广伟，是火箭军退役战士，实名举报火箭军副司令员磊军的亲弟弟李红违纪违法、贪污腐败、破坏政治生态，且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。第一条，李红通过其老婆谢某操控旭茂红叶公司，承接火箭军和相关联部队的生意，大肆敛财，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104条和107条。所能提供证据，旭茂红叶公司对部队收款凭证7张，合计696万元。第二条，李红本人在火箭军内部收钱办事的腐败行为，所涉内容包括执照进入部队、干部调动升迁、战士跨兵种调动、违规参加军考。所能提供证据，李红收取6万元进行战士跨兵种调动、违规参加军考，5万元打给李红老婆谢某，1万元当面送给李红。第三条，李红本人倒反天罡，在没有一官半职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向领导干部打招呼，甚至直接指挥基层军官办事。李红对此自诩手段高明，称自己是借别人的势而不用别人的力，所以李红在军中收钱办事的不是老百姓，哪一个不是老百姓？我们老百姓不要欺压老百姓好不好？我们老百姓不要欺压老百姓。
我们做个小生意太不容易了。这个生意跟我没关，但是看到他们很可怜，大家要同情，要有同情心。他们靠吃苦做个小生意太不容易了。说得好，大哥。太不容易了，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就是领着导弹的，什么领导？就是领导出来。他们做小生意太不容易了。你可以的话，就现在就叫过来，不要领导，领导，领导。我们都是老百姓，包括你们也是老百姓。谁是领导？我们也是领导，是领导。也不容易。领导有什么用啊？领导今天谁来忽悠忽悠啊？领导。规范一下，让他们不占道经营，不占道经营。做个小生意，不占道经营，没毛病，对，一点毛病。本来就是啊。大家别的地方都能摆，就偏偏弄这个地方，不是什么意思嘛？我是过路人，我看到他们太不容易了。找领导也找了，找了三次，这边听那边，那边听。我们领导讲理不讲理，讲理不讲理，他们做个小生意容易不容易？啊，挡到了没有？先说，挡到了没有？这是为大家服务的，这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方便老百姓的。下班吃点喝的，吃个小吃，有啥不对？有啥不对？你问我们的领导讲一讲道理，有啥不对？老板，看看啊，看看啊，咱这种人，这是啥素质哈？看见没有？一个店白日都不像样的呢，看见没有？前天下午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，网上因为一些舆论导致我们这本地的有些恐慌，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商场的商品全部给抢购，吃喝的确实有很多，还有在现场喝白酒那种比较贵的商品是吗？对，因为现在我们也正在统计我们的损失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